不走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我帮你更衣吧。不用了，平日都是申飞帮我的，不必劳烦新娘了。你想怎么睡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想睡里面还是外面？哦，我都好。你压倒被子了。哦，新娘，二郎，你，我没被子了。给。睡觉。睡觉。睡觉吧。